我也想考100分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要考100分是难的。啊，前总统跟苏市长啊，都有呼吁说，党中央可以再努力协调一点。怎么叫做努力协调一点？所以其实你觉得你有够努力了？啊？为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努力？难道要挣钱换将吗？要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嘛！如果以前都做过各种的努力啦，啊，不然都做到100分、嗯，那也只能奋战嘛，哈、啊，就只能各尽其力嘛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没有那么求全的，哎、欸，天下没有那么求全。如果都求全的话，谁不想在联考的时候每一科都考100分呢？我也想考100分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要考100分是难的，所以也有时候也是真的，还是有些遗憾的、啊。